是谁？你只是别人眼中的偶像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一天接受10个采访，一周飞了9座城市，18个月拍了7部电影。面对质疑，我只用我的努力来回击。做我自己，不在乎外界的声音。一次次尝试和冒险，颠覆上一个我。活，就要活出最真的自己。小野我就是够胆，逐帧我怕什么？